影片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好久不见。所以你今天用的是 iPhone 然后 DSLR Canon。那我们走吧。OK 好。大家好。今天我跟 Ariana 跟 Cylog 三个人，日本美国的 YouTuber 在台湾一起拍影片。我们今天去哪里 ，Ariana？哦，我们去一个夜市。赛罗克森，今天去哪里？我们去童话街夜市。耶、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我想吃臭豆腐。哦，你想吃臭豆腐吗？这边是我的台湾朋友推荐的地方。哦，这样子。来看小碗。啊，小碗就好。小碗的意思。小碗的意思，我想要吃。盖起来吗？大碗60块，小碗20块。你也试试看吧。我真的不想吃，不是小，真的不是小。也很大，我觉得我觉得尝试臭豆腐一次已经够，我还好。很多人说那个不是料真正的臭豆腐，这里是真正的臭豆腐。好的，我相信他们。你都一起的吗？哎，我们一起要一个大。要点了。好。啊、要。台湾朋友推荐的，这里真的臭豆腐 hunter， 盖起来吗？啊，不用，直接吃，谢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開動。うわ。うん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嗯。有点油，超好吃。嗯。哎、欸，你试试看。Ariana turn。真的吗 ？Yeah。啊。好的。这里的一锅金丝臭豆腐。你们，我会尝试别的臭豆腐。哦，用这个咽吗？一起吃。OK， 真的比较好吃。Oh my god， 我很喜欢。这里的怎么可能？我喜欢。比宁夏夜市好吃。哇、wow ，是。我想吃。OK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ちっちゃいですね、豆腐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まっ、うまっ、うまっ、めっちゃ好吃。美味しいよね。うまっ。ペイちゃん推薦、这里的。うまっ。今天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。
然后 collaborate with 他们 Sayu Log 的 Sayu 桑跟那个 Ariana 的 Ariana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按赞订阅然后留言哦谢谢大家，拜拜。